现吸第一支，Hello， 今天钓这个第六支，上次挑战没成功，今天来钓钓看。上次的垃圾还在，今天吹南风，钓北面。南风啊，对面第五支很多人，而且那边经营，对，我钓开啊唔食，藏伫遐，那个鱼浪费，那小条不喜欢你不要丢在那里。现在已经接近满潮了，啊，鱼在追了。下面都是小鱼，鸟放不下。Oh, oh.
有风险哦。超级大臭肚的臭肚王，这是冠军啊，这位好快乐啊，好位哦。大臭肚，噔噔噔，下面叫造影，哦，那个被刺到会很爽哦，激怒大臭肚，哦，今天有时候中大臭肚，完了。哦，又是一尾大臭肚，超爽，能喂了吧？也不错，啊，大臭肚，哦吼，今天两条就爽爽的，哦，又是一条，赞赞赞！刚刚那个体型，如果用手干应该会爆啊，我力度都要出现的，很有力气呢。超强的，
哦，今日天气都袂歹哦，大尾哦。大家好啊，我是吴白啊，今天在县西啊，那有矿就如上了，好了，我们下回再见啦，拜拜。竹篱臭柱，别臭柱，鸡尾，臭柱。处理很简单啊，这应该要放血了，这边应该要放血，这是最开始这边，这边是要放血的，然后放血之后它才会不要臭，然后解气。把它堵起剪掉，这个也是。剪旗的时候真的要小心啊，然后这边也是，好，然后再来就是打开的肚子，肚子里面藏着，很多藏着，放到大海，洗一洗就好了。臭度很好处理的，不用刮鳞片，这样子，这样就好了。现在过。这尾也是啊，哦，这个都蛮大的，你看尾鳍剪一剪，这边背鳍最危险，要剪一下。好，再来是肚子啊，这边可以剪一刀了。肚子里面藏。清理臭肚皮很快，这边一样剪掉背鳍。要剪干净哦，对不对？其实这个吊起来都应该要放血的，不是说我没有时间。这个死掉，你被它刺到还是会痛哦，注意哦。那被刺到还是很痛哦。如果你不太确定的话，你就戴手套了。
至少被杀到比较不会直接穿过。哎呀！钓几尾的，我要把它钓乌，先钓上。